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有一个群体呢，哇，最近在那边发出那个很大声的那个声音啊，哎，这个群体呢，首先呢，我是很 respect 他们啊，就因为他们绝对是 hero， 绝对是英雄，绝对是伟大贡献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大马的制度呢，那个大马的这个卫生部呢，大马的官员的制度呢，如今呢，混到变成狗熊啊。绝对变狗熊啊，去到街上啊，人见人怕 啊，人家还以为他们是什么东西 啊，是什么群体呢？就是为这个疫苗呢做试验的那个志愿者啊，人家愿意为这个疫苗来做试验的志愿者呢，本来呢是应该是在社会上获得 respect， 获得尊重的，如今呢，哇，搞到变成狗熊这样，哇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本期的节目呢，我们必须来好好的替他们来讲话一下啊，看看这个大马的这个卫生部怎么做事情啊，怎么把这群人搞成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新闻吧。那时候二月三月的时候呢，其实大马发生了两单这个疫苗试验者呢啊变成这个弃婴，变成遗弃的啊，那时候是还没有全民还没有打疫苗的时候的一次的。然后最近的七八月份又有一批啊，因为是这样子嘛，现在你在大马呢，你要进去商店吃东西，有些人买东西呢，他要 check 你有没有打疫苗，他看一下没有 ，sorry， double muscle 不可以进来啊，你不能够怪商家会被罚款10000块，如果让你进来的话啊，你假设我是疫苗志愿者，他说他要打到你好，他要蓝送打的灯啊。saya tahu satu hal saja sama 10.000 ringgit 啊，我不认识什么疫苗试验，我也不懂什么叫疫苗志愿者，我只知道呢，我让你进来呢，我们会被罚款10000块啊，这个就是商家的心声啊，所以真的是哇，从英雄混成了狗熊啊，真的是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最新的，叫做就昨天到今天啊，哇啊，又有120名公员呢参。他其实来同一间公司的工人，他公司安排他们去参加一个新的疫苗试验的结果呢，没有了，卖 SD 没有打疫苗了，在那里可以去堂食啊，想去买东西呢，那个加价呢，很多商场的那个保安呢直接不给进的啊，你看呢很导致很多志愿者呢，连什么机构啊、政府部门啊、建筑物啊、office 啊、工厂啊，有些连家都不给回啊，我跟你讲啊。有些公寓很严格的，那个公寓的保安看看，哎，你都没有打疫苗，你讲我是志愿者，我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志愿者啊，你在骗人啊，你就是没有打疫苗的人啊，啊，很凶的，他们跟你讲啊，所以呢，哇，你看多惨啊，哇，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新的那个中国的抗体疫苗呢，哇，那个做试验的人呢，完完全全呢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啊，寸步难行啊。啊，人家就不给你进啊！啊，人家只认那个10000块的罚款，人家不认你是什么啊？卫生部的志愿者啊！所以事情闹大，现在他们出来 protest 了啊。然后这个三哥才出来讲话啊，三哥也很固执一下的，我跟你讲的啊，这个三哥不好搞的，他非常的固执的。他说要证明呢，这个看看疫苗安全有效呢，才会获得特别接种证书啊！啊，如果假如这个疫苗没有效的话呢，你们通通白做啊！做个送，我跟你讲啊，所以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大马的制度呢，大马的这个卫生部呢，啊，大家以后呢，他在叫你做什么疫苗试验的志愿者呢，请考虑清清楚楚啊。那么这个是最新的那个一群人，那么我们看回那个二月份那时候呢，啊，疫苗还没有打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卫生部在招嘛，哎呀，volunteer 做志愿者，你就是英雄，你就是伟大的，你贡献国家，你这个国家永远会纪念你，纪念到变狗熊嘛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早一批的又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是那个二月份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刚刚招募这个志愿者嘛，啊，的确有一批人啊冲着去，有一批真的是佛心，很佛心的，他为了要做那个贡献，但是当然当中不排除一些呢，啊，是纯粹是提早要去打针，因为那时还没有的打嘛，啊，他们只是想去打一针的，哪里知道打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，所以当时开始之后呢，哇，实际上呢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疫苗的事，所以以后呢，我不鼓励大家去，就是这样子。
因为呢，因为它是双盲试验嘛，就是一半打针疫苗，一半打安慰剂啊，所以很危险啊。我们都知道呢，这个疫情呢有多严重啊。如果你打的是安慰剂啊，啊，你以为你自己打了疫苗啊，啊，哎，你不会中啊，你还活着啊，很危险啊，跟你讲啊，不是开玩笑啊，啊。啊，那然后呢？所以你看呢，从二月的那一批人呢，拖来拖到八九月份呐、啊，嚯，没有证书哦，啊，那、啊、很多人呢，看，哎，有了打疫苗了吗？后来七八月的时候，我们都打了嘛，这个头两针的啊，其实很多人就退出了，但他做了打了两针试验的疫苗呢，他们还开出去打，还自己跑去打，直接退出啊。一早就看穿了这个卫生部的这个腐败，这个政府官员的腐败，他们提早退出啊。那么呢，也有一些人没有退出的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变弃婴了啊。哎，跟你讲很歧视的啊，很看不起他，不给进就是不给进的 啊。尤其那些啊保安呢是外国人的呢啊，哎呀，他很严格的，不给就是不给啊，你没有打疫苗就是没有打疫苗啊。啊，人家没有听说什么志愿者，没有这种东西的哈、啊。你跟他讲也讲不明白了，什么 KKM 证书，他说没有啊。我只看到 MySajatra 有没有 vaccine， 那个才是没有的话，其他的你不要骗我啊啊，人家不知道的哈啊 啊，这个还是那个议员来的，那个议员自己啊啊，到那里都不能够进啊，因为他是疫苗的试验者嘛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啊。然后后来呢，才慢慢解决的。那到了那个。啊，九月的时候呢，啊，那种打安慰剂的才被打真正的疫苗，然后打了两针疫苗的，他、啊、接下来进行那个第三针 booster shoot 的那个试验，啊，所以今天只是要给大家看见呢，大马的确发生过这个事，而且他们拿的那个啊疫苗证书跟一般人不一样的，上面我跟你讲呢，这个卫生总监很不智的，他都要写很清楚，那个疫苗是试验性疫苗，所以他改天飞到西班牙巴塞罗那那边看一下。所以你打的是试验性疫苗，不可以进。人家飞到那个 UK 那英国，哎，看一下，哎 ，trial 的不可以进啊，所以很麻烦的啊。所以你做志愿者呢，国家不但没有呢纪念他们呢，还让他们呢沦落到呢这样的那个地步。所以呢，啊，当然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代表，哇，一直追啦。那你啊，刚才有这个网友留言，他说去政府部门做事情啦。懒懒散散呐，啊，不跟你做啊，我都没有办法记得一直追啊，啊，像我们去政府，我去政府很逞凶的，我跟你讲啊，啊，你要跟我耍赖懒懒散散，我直接很大声呐、啊，啊，直接没有客气的，啊，哇，我也赶时间，你也赶时间，那一样的吗？啊，那这快点给我做好，解决我打包我走人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讲了很多次呢，才拿到一个证书，证书上面写的是试验的，啊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有了这两次经验呢，下一次阿汉爸爸叫你做试验的时候呢，哎，大家应该明白了啊，啊，所以做那个大马国产疫苗的试验呢，改天阿汉爸爸找你呢，喂，成为国家英雄啊 ，hero 啊，啊，国家纪念你啊，你是伟大为国贡献啊，啊，到最后呢，估计又是变成那两批这样子了，所以大家还要不要去做试验啊？大家自己考虑一下啊。这个因为大马的这个制度呢是很有问题的，那么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看见呢这一群呢疫苗的志愿者呢今天沦落至此呢啊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啊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疫情的新闻啊，看来呀 哎，人家讲说为什么我预测东西会越来越准呢？没办法，因为你们政客心里想什么东西呢？我大概知道了，因为如果他这个数字是 politics 政治数字呢，那么我的预测会更加准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东西吧啊，所以我就讲了，那 KLCC 呢找这么多人去群聚啊，他过几天会掉到3000多啊，总之他哎呀，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说哇，两年啊封城啊，封到我没有工作做啊，没有收入啊，要饭吃几白吃啊，哇，那个 KLCC 可以这样多人在那边群聚，完全封城百倍，结果呢？结果数据下给你看了 啊，情绪一下就跌了。我都讲过了，他们啊、会干这样的事情吗？现在开始跌了啊，过几天就跟你跌3000多给你看了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，真的是会这样子玩的，大家觉得会不会呢？啊，
然后延续我们昨天讲的那个课题呢，最近不恐凤这个大保生节的，就是我们印度人部长去争取的这个呢，已经有更多的那个消息出来，所以他们星期二呢会去讨论这个大保生节的游行。所以你 KLCC 可以降多人吗？等一下降多人一下呢，今天跟你跌4000多了，之前5000多，今天跌4000多了，跟你讲呢，倒准的爱，然后首相叫你去，快点去，现场原来现场可以打分的。不然他自己讲自己90分呐、哇，他讲他自己90分，一下那个我们的小孩子在那边讲了，我们家长讲了，像我用我孩子学坏了咯，你用孩子自己考试，他每天拿考证回来，妈咪呀、我拿90分哦，very good 来要什么奖品啊？原来考证自己改的哦，所以他说要打分，快点去 KLCC 打当然，那个专家再来打脸呐、那个专这个有的 NGO 讲说，哇，自己打自己的分呐、厉害呀、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的那个事情来的。观众朋友呢，对于这群的疫苗的这个试验者呢，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，所以只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一下，我们有一群这群人，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要知道当时7月8月的时候吧，多么危险呐、他们打的是那个打酸盲的吗？有一半的人是没有打真的疫苗，打的是安慰剂。安慰剂就他以为自己打疫苗的，哇，7、8月的多么危险呐、那时候死那么多人呐、简直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去试验疫苗啊。结果呢，哇，竟然遭遇如此的对待然后呢，也希望这个视频呢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呢，我们国家呢的确有这一批人呢，他们是疫苗的试验的志愿者，所以商家呢也应该要认识他们，也应该要通融他们，也应该呢因为他们进来的话，他们其实有那个纸的，有那个证明的不见得你会被罚10000块的，所以大家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有这样的那个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大马的制度呢，真的需要很大的改变。所以因为有了这两个这样的案子呢，所以下一次阿汉爸爸叫你去试验那个阿汉爸爸的疫苗的时候呢，大家自己考虑啊，自己考虑啊。好，暂时报告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。